谁吗？你勇敢地面对自己了吗？你也想要一个答案吗？会不会没有人能回答？整个世界是你所想象的吗？所有的改变你都能承受了吗？你会不会也常常觉得害怕？你会不会也常常想不出办法？总重复着矛盾与挣扎，模糊不清的黑白真假，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？为何总分不清简单还是复杂，它会在心里不停的起变化，你能不能好好的想一想？你决定要轻易妥协了吗？是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吗？你无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吗？你无法让自己更有勇气吗？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